aespa 近日参加了 SBS 歌谣大战的年末活动，没想到在红毯时就有人拍到有陌生男子直接冲向 Winter， 在被保安拦住后还要爬起来继续，简直超可怕。幸好女孩们在之后的表演没有因此受到影响，尤其是在 cover 东方神起的舞台上 Winter 的结尾画面，简直帅到不行。